啊，今天带你们看一个改装比车价贵的车，是什么呢？就是这辆起亚啊，这辆起亚它所有的改件，比如说这个轮毂，然后刹车盘，包括它的避震也是改来的。整个车改完之后比它的这个车贵啊，你看它的四条轮子都换成了这个 PS4， 然后亮点是这辆车它里面它把这个后座全部拆了啊，为了轻量化，然后同时它换了这个4.4的安全带，然后和一个同椅啊，然后它把能拆的东西全拆了啊，包括它的发动机里面也是有一个顶把，所以这辆车是所有的改件比车贵啊。就是你们在马路上千万不要看到这种年代比较久的小车就觉得它不怎么好，但实际上这个车的操控可能会比你原厂的车操控还要好，因为它是做了一些强化，做了一些升级，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车啊就和原厂的已经不一样了。然后你也别看不起开这种车的人啊，这个车车主是一个福克斯 RS 的车主啊，所以说很多车它都是这种有扮猪吃老虎这种属性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在马路上看不起任何车辆。